者吴志伟台北报道。李国立、谢欣颖在 OTT 娱乐自制剧1006的房客中，因为立场不同造成针锋相对，不过随主剧情发展，本周两人的感情将明显加温。在暧昧的氛围驱使之下，李国立竟情不自禁地吻了谢欣颖。原本私下感情就相当好的两人，对吻戏丝毫没有任何尴尬。李国立还开玩笑说，我们大概拍拍钱吃大蒜都不会被影响。原以为在吻戏拍摄前两人会需要安静的培养情绪，没想到李国立跟谢欣颖居然玩起水饺游戏，互相用脚企图绊倒对方。谢欣颖玩得起劲，甚至想玩得更激烈，单脚斗鸡。李国立连忙出声制止，别别别，我们谁受伤都不好，等下一个重心不稳摔得头破血流。1006的房客于每周三四晚间摇零点台试播，每周六晚间8点东森综合台重播，每周三晚间10:00爱奇艺台湾站全网独播。李国立、谢欣颖拍摄吻戏 ，OTT 娱乐提供；李国立、谢欣颖拍摄吻戏 ，OTT 娱乐提供。